大家好，你好，很欢迎看呢我们的商业木工机的节目。今天我想介绍给你们一部机器，就是砂光，可是比较特别。如果我们有这种木材，我们拼好的时候，我们要砂光进去，那个可以那个机器的另外一个工段，这样我们要要用哪种的机器，一是可以砂两面。今天我们商元公司介绍给你，就是一种双切砂。现在构造的机器，请跟我来参考一下。请大家来了解一下。请介绍各位，这种就是接龙的砂光机，双切砂。接龙的是一个品牌很有名，在台湾和而且全世界，它也出很多的国家，它也有超过40年的经验做这个砂光机，很多它有做那个砂包砂，还有双面砂，还有那个很多种。所以今天我想介绍给各位大家了解一些是双切砂，宽度是20，还有说还有600的宽度。这个就是第一就是师兄家嘛，师兄家进去就是这个是切砂，请大家来参考里面的构造。他们接龙工厂，他们用一种的电力，就是 Schneider 是一个牌子，是欧洲的牌子，还有那个很有名在全世界的，这个就是部位是电路的，他用那个 BLC 的控制哈，BLC 还有就是还有那个感应器的那个感应器的，好，也是品牌是也是 Schneider 的。还有再来就是这个是切砂，请各位大家看参考一下。这个我们用就是中型的，请各位看一下，足径差不多280到300，你看一下。好，还有它的构造，它用很有名的那个鸡缸闸，还有那个用一种就是说风压调整的那个很有名的，这个是大概在那个切砂的机器还有比较特别就是切砂接龙公司它有设计，就是这里有一只哈，一只是砂洗干净的 brush sander， 就是公用那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它经过这个可以用那个灰尘弄掉的，将那个产品比较干净，而且说比较出来的时候比较漂亮、比较亮的。还有它用这里是输送带，是有真空的，真空的。真空的它用比较好的比较好的，还有它出来的产品比较漂亮的，这个是输送带真空的，而且说出来的时候输送带它有两边，它可以靠边，木材可以进去放在那个输送带就直走那个机器到上下所以中间它有一种就是靠边，这样那个木材它不会乱跑。这个是切砂跟输送带。现在请各位大家看一下，继续就是这台。这台是双砂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电路电路的那个上面也有 BLC 也有扁平器是送边，这个扁平器就是功能就是调整这个快慢的输送带，所以看那个也送 Schneider 的
一个牌子，它也很有名，而且它也用那个感应器的。他用感应器的，还有现在里面的大概构造一些，请各位大家了解一下。接龙的牌子，他们用那个，请大家各位参考这个。子孙师兄带那个沙光，那个子孙是八十英孙，他也有做103的英孙。可是你们也各位也了解，也知道说，技术越高，磨出来产品越漂亮。而且这里它有构造啊，请各位看一下哈，这个橡胶的子孙呢，差不多足径。差不多100，我量一下，它直径差不多160到180毫米，好，直径的橡胶，还有橡胶的轮子，还有后面有一个铁轮，这边的，可是。这台的构造啊，请各位大家看呢、啊，它有两种，一种就是压料，就用那个轮子，还有另外一个就用那个板的啊，两个板的，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个木材啊，我们可以最短我们可以用差不多300到320。才可以经过这台的机器，所以这台机器是中型的机器的，而且请各位大家看一下哈、哦，那个就是它的黑岩布红毛毯，再接黑岩布，你看它宽度差不多98到100毫米宽度，所以那个产品经过，如果它很宽这样子就。出来的那个产品很漂亮，它很亮，杀起来的很亮，所以后面上下的这台也有那个 brush 哈、就是干净的，给它干净那个灰尘，如果磨好了时候，杀好了时候，就灰尘，如果各位的工厂的灰尘没有很强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灰尘，这里有一个 brush。可以用到那个很干净，那个产品很干净，所以大概给各位大家了解，桑斜沙就是接龙的牌子，接龙的名牌啊，各位大家也知道接龙的名牌，它也很有名，而且很好哈，现在请大家。各位大家看机器的操作。
各位大姐刚刚看那个机器的操作出来产品非常很漂亮哈，非常那个很好很亮哈，只有一次我们就可以出来双边的这样子，很省那个时间，还有省那个操作的工人，我们只有需要两位在操作就好了。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看那个三元木工机的节目，希望说下次我们有另外一种现金，我们可以介绍给各位，谢谢。